Hello， 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小樱桃好。嗨，今天到了我们悠悠 Story 听故事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自己的颜色，文图里欧里奥尼，翻译是林真美。小樱桃，你知道颜色的英文是什么吗？颜色的英文就是 color。Color， 你看好多 color， 好多颜色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什么动物呢？它是变色龙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。鹦鹉是绿色的，金鱼是红色的，有没有？鱼有几只？一、二、三。三只鱼鱼，它是红色的。大象，大象是什么颜色？灰色的。猪是粉红色的。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自己的颜色哦，只有变色龙例外耶，它们走到哪里颜色就变到哪儿哦。黄色、绿色、紫色、蓝色，一直变一直变耶。小樱桃站在柠檬上面，它们就变成了黄色。站在石楠的中间，它们就变成了紫色，对不对？好漂亮的石楠哦，它就变成紫色的了。站在老虎的身上，它们就会有老虎一样的条纹哦，一条一条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老虎哦，很大一只老虎。有一天啊，有一只变色龙停在老虎的尾巴上，自言自语地说：如果我一直停在叶子上，我就会永远都是绿色的，这么一来我就可以拥有我自己的颜色啦。有了这个念头以后，变色龙就欢欢喜喜地爬到一片最绿的叶子上面呢。你看，飘啊飘。可是秋天一到，叶子变成黄色的了，变色龙也跟着变黄了。没多久，叶子变红色的了，变色龙也跟着变红色。然后冬天的风一吹，把树枝上的叶子和变色龙吹了下来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在长长的冬夜里，变色龙变成黑色的了，你看好黑黑哦，有没有变成黑色的？好深的咖啡色，有没有？黑黑的变色龙。春天来了，变色龙走进绿色的草丛，它站在那里遇见了另一只变色龙。它说完它的伤心事以后问：难道我们不能拥有我们自己的颜色吗？另外一只变色龙说：我看很难啊。这只变色龙呢，年纪比较大，也比较聪明。他接着说：可是我们可以走在一块儿啊。我们这一辈子恐怕都是走到哪儿，颜色就变到哪儿。哎呦。我们这辈子恐怕都是走到哪儿颜色就变到哪儿，不过啊，至少你和我会一直都一样。于是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，他们一块儿变成了绿色、紫色、黄色和红底白点。从此以后，他们过着快乐的日子哦。你看他们两个在笑笑，彼此在对看，他们好开心哦。鹦鹉是绿色的，金鱼是红色的，大象是灰色的，所有的动物都有他们自己的颜色，只有变色龙例外。他努力地找寻自己的颜色，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小樱桃，你觉得你是什么颜色的？你看，小朋友，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颜色哦，属于自己的颜色。那你是什么颜色的呢？你是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白色还是黑色，还是其他颜色呢？不管你是什么颜色，你都有属于你自己的颜色、自己的个性、自己独特的地方，对不对，小樱桃？所以我们要接受自己，对自己有信心哦。你们还记得颜色的英文怎么说吗？颜色的英文就是 color， color。悠悠 story 听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小樱桃柠檬说拜拜，拜拜。